是时候把我的300请出来了，这再不请出来就出不来了。这树已经长得快超过它了，我该怎么去驾驶座呢？啊，上一期视频我不是说我们俩要恢复我们的这个旅行博主的身份吗？然后说去哪儿呢？已经确定了。本来呢，我们是说是，带着家里人，看是去海边啊，还是去甘南呀、啊，还是去青海呀、啊，还是去哪儿啊？但是呢，家里面的事儿比较多，就是家长他们走不开，我爸妈呀，我老丈人丈母娘呀，他们暂时还走不开。然后呢，我小舅子闲了，怎么办？也只有20多天的时间，去哪儿好像不能像我们那样玩。于是乎，就圆我小舅子的梦，去一趟西藏。川藏线进，青藏线出，然后我们一拍即合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决定出发。然后呢，因为我这个车是6座的，我小舅子还有他娃还有小郭，我们一块儿用这个房车，一个车是能住得下的，所以我们就决定请出我们的300出场。主要是啊，我们这个房车买下之后，还没有走过西藏啊、新疆这些地方，他都没去过，所以也让他走一走这种路，去一去西藏。哎呀，在这停了1个半月，1个月20天，50天，对，丛林冒险，真的，你再不快出来，就出不来了，下面的草树一长，给你香到里面去了，对。哎呀，长到车门里。哇，你看看，大家看看这轮胎这儿的草，我的妈呀！哎，一把着，夏天没事，而且时间也不算久，所以不担心这个打不着这个问题。你小心右边的树桩子啊！哎呀妈呀！得先收拾收拾呀，看看这个院子，硬是给停出了一个车型。我靠，那这都伸到车下边去了，对，形状的，嗯。哦，我专用车位。我现在就怕你20天一个月之后回来，这个又得除草，又得除草，对，停不进去了都。我靠，这个藤状的。我去，缠着这个水箱下面的这个固定的这个架支架，我去，长进去了，不行了，看来还得专门给他整一个停车场了。我的妈呀，其他地方没事，这边就这个长得高，其他地方都没挨着。你幸好开了，要不然的话你那过一段时间给你绑住了，对，绑住了就，我的名牌都快掉了，内有蒙圈都快掉了，生性残暴都快掉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先把车挪出来，然后开始做准备工作。因为车往这一停，我们把车上常用的很多东西都已经搬走了，然后又要用车了，所以又要把很多东西要搬回去。现在呢，我就给他补水补电，我打扫卫生收拾东西。后天出发。嗯，对，后天出发。对，说出发就出发，说走就走的旅行就这么来的。我把电插上，虽然我的太阳能板给我的车现在是满电状态，但是我觉得用家用电充出来的姿势心里踏实，经用。先这样拉到我底下，我看一下这个水箱是一点水都没有了啊。嗯，之前放空了。放空了。哎呀！然后这进水，然后我把排水管也打开了。嗯，好。排水管口上都是蜘蛛网，到处都是蜘蛛网。然后到里面把那个啥，把水泵我也都打开，让它循环着。嗯，整个管路就相当于洗一洗。哎呀，灯打开，现在我把这卫生打扫一下，都擦一下。估计很多朋友会问，那我们去西藏了，我们家三只狗怎么办？
这大袋子粮就是证明啊，我们要带着他们一块儿去西藏。那这一次就可以给他们买这么大包，买上这就都是20斤是吧？拿着，20天估计能吃完吧。刚才是狗子的干粮，现在是我们的干粮。因为现在呢是旅游旺季，318上肯定会堵车呀，怎么怎么地，所以备一些干粮是非常有必要的。一备不时之需，明天在超市，明天再去超市里采购一大批。你慢慢收拾，我们接着搬、我们这趟旅行呢是4个人3条狗4个人，分别是3个大人一个5岁的小孩，所以这个座位我们就要启用了，就让它变成床了。其实我都不太想启用，想让它睡这个床就得了。这太高了，那个高但是那个长啊，我们俩还没有把这个变成过床呢。放下哦，放下来 so easy 不就好了吗？哎，是不是还铺个垫子？对啊，垫子在家里，是这个吗？肯定是。哎，完美。哎，哎呀，哎呀，一点点转，我这两米二的身高确实有点儿。哎，那不太够哎。所以我说他睡那个桌子，那个桌子长呀、啊。这桌子又。那得把这个去了。那这俩一去，这长度是1.8米，哎，可以吧？可以，凑合着，或者是踏水针，挖水针，或者挖给咱睡上啊，踏水针。就是他必须睡这上面是吧？这块儿都不行。那没有办法呀，这个他自己架着去，或者是卡这上，他得过着玻璃过肉挤在地上。果果跟咱们睡上面嘛，上面那个床的，上面那个是1.4米×2米的，嗯，所以小孩可以跟咱俩睡上面，睡额头床上。对呀、啊。然后哎，也可以我跟你弟睡上边，你个子低，你跟果果睡这儿啊？啊，再说吧，再说吧。我们房车从来没有住过第三个人，一直都是我们俩自己在那儿住。突然加两个人，把我俩弄得还不会了还。我现在把这个沙发这边的垫子卸了，靠垫。对，你再试一下，看能不能伸直。哎。后来子后也还是挺，感觉还是挺爽。哎，完全可以。他躺着玩手机，简直不要太舒服。对呀、啊，可以的，让他自己选。他到时候想睡这儿睡这儿，想睡桌子睡桌子，可以可以，你看，可以的。这能睡下两个人不？大人带个小娃嘛。没问题是吧？咱两个原来床车的时候，比这还贼。对呀、啊，比这还贼啊！咱俩人都挤得挺那个。可以的，差不多。哎呀，好了，今天就先收拾到这儿吧，明天接着收拾，后天我们就出发去西藏318。